是永川乐乐的主题乐园熊猫直播间，我们这个号就是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半会直播。我们的直播时间是一到星期五，星期六和星期天和节假日的话，是我们就不播。如果大家每天都想看他们的话，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会有这些亲妈粉的姨们会过来帮他们。他是跑一个，他可能是有网，所以他穿的时候都不停的洗。现在这个天气对他们来说，他们是很喜欢，没有夏天那么热。夏天他们里面都会开空调了。加餐时间已经现在已经在加餐了，但是会挨着来，从巧月那边开始，巧月过来挨年，他们俩已经在加餐了，应该是要等巧月吃完了，他们俩才会进去，不然大家就看不到猫了，趴着了。心里已经喜欢，他们真的是同时动，要干嘛？又开始了，要出去了。我觉得，我预判了他们的行动。我们看，狮子到外面来了，走到外面去。这是一场赌注。哎，赌赢了，他们果然到外面来了。预判对了。又进去了，玩在遛我呢。来，我们近距离看一下我的大帅哥，他在吃笋。哎呀，最爱的笋。对，怎么能怪我们的大帅哥呢？只能怪我们的质量不太行。我们大帅哥永远都没有错。看过多久会给他这院里的玩具全部更新换代完？他院里的这些小树，你看这个也是被他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有声音了！开始！怎么了？欢迎新进来的各位迷们，这里是永川乐乐主题乐园的熊猫官方直播间。我们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上午10点开播，一般是12点半结束。星期六和星期天的话，我们是不会播的，还有节假日也不会播。那些对的我们，因为我们家就热下来。看，活动空间好小。他又在看我。谢谢新冠，不错，不讨厌，很凶的很凶牌。谢谢各位弟兄们，谢谢各位的点赞哦。但是现在这个光线看的都还挺清晰的。暂时告别了座机房子。你在吃笋吗？看来他们一天有三顿，早中晚，加餐就是吃笋。谢谢各位宝宝的点赞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这里是乐和乐兔的官方熊猫直播间，也是我们唯一的
紫波熊 logo 一个，然后我们三个可以去认识。我们每天的开播时间是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每天上午十点开播。那也就是拜年，今天大家和我贴贴，逢人就说，我总想回去要和他们炫耀，今天爱你和我贴贴了三次，回去和满月说。谢谢真知先生说的人气爱好小星星。我刚才以为他们坐那个车坐一半，然后就放。谢谢各位一九九零，谢谢谢谢这么捧场。对，这360度给我们展示一下，正面、侧面、背面，360度死角的大帅哥。我们爱年十月份要过生日了，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生日会。之前8月份的时候，我们青花青柳还有巧月过生日，也给我们的爱年也是带过了一下。其实就是特有，我想吃香蕉。是胜负一出来的时候，等会下播了就可以。大家如果星期六星期天也想看他们的话，可以主播每天只要是上班的话，如果没有什么事儿，我都会上来看他们，我每天会日更他们的。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，我的抖音号叫猫咪钱多多，因为我的小猫，我养的猫叫猫咪，当时买它的时候花了我很多钱，就叫猫咪了。又开始背面了。爱年哦，爱年结束了，现在才看到，不好意思啊。爱年的时候是我们10月16号，已经快了哟。也会有一些活动的，像之前我们的青花和青柳过生日的时候，也可以就是会抽奖，如果大家抽中了的话，也会寄出，也会有礼物给大家寄过来。不知道爱莲这次会怎样给他过生日？分别是我们的爱莲，就是这位我们眼前的大帅哥，他的朋友们巧月，就月姐姐，以及我们红色很火的花露水姐和青花和青柳，我们去搞月一点。巧月的标准肯定是睡觉了吗？巧月每次睡觉就是在趴着。哦，爱年10月20号生日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记错了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失误。